三首歌吗？你哦，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他的发想，因为我开给他很多歌，然后就是他就挑了其中三首，那我们这三首的歌名合起来刚好叫做《风流女生别送我香水》。你是不是有遭遇过什么困难，所以你对风流的女生有点害怕？私下讲。好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先带来第一首歌是徐佳莹的《香水》。是否？